了。你不是喜欢吃炒蛋吗？怎么都剩下了？我喜欢吃，也不能天天做呀。那你今天先把它吃了，我明天做别的。我不吃，再也不想吃鸡蛋做的任何东西了。这可是你说的。行，他长脾气了，不信治不了你。先把他的牛奶拿了240克，加100克绵白糖，100克食用油，油够量才会酥脆，然后搅拌至糖融化成一个颜色。这时候重点来啦，加3个鸡蛋进去，搅拌融合到完全看不出来。少量多次的加入200克面粉，边加边搅，防止结面疙瘩。搅拌成细腻无颗粒的面糊后，加3勺黑芝麻，蛋卷的面糊就做好啦。电饼铛里舀一勺面糊，烙个4-5分钟就差不多了。中间可以多翻开几次看看，呈金黄色，用筷子卷起来，最后停留几秒定型，好看酥脆的蛋卷就好啦。这可是我小时候的最爱啊！听，我就不信他不吃。妈，回来了，什么味儿这么香？哇，蛋卷儿！干嘛？你不是不吃鸡蛋做的东西吗？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惊雷则通天，修为听他体系紫金锤。牛宝，吃饭喽！别光吃肉啊！吃胡萝卜，吃包子，胡萝卜馅的。喝果汁，胡萝卜汁我不要。胡萝卜里面有20多个维生素字母呢，这么高膳食纤维的食物，你怎么能不吃呢？先切一盘子胡萝卜，用原汁机榨成汁，然后300克面粉，1勺盐，160克胡萝卜汁，搅拌成面絮后揉成光滑的面团，然后表面刷层油，盖保鲜膜醒面1小时。你们肯定以为我会把胡萝卜渣扔掉，其实我把它和肉末混合，做成了好吃的丸子。丸子调味在字幕上啦，中小火炸到2面金黄，丸子做完面也醒好啦，直接切成比饺子大的剂子，整理下形状，擀成圆饼。准备一个盘子，面饼刷一层油，盖一层，层层叠，再盖保鲜膜松弛10分钟，然后3个一叠擀成薄饼，擀得薄后根据自己喜欢，水开上锅蒸10分钟，趁热把每一层饼揭开，完美控可以裁个边，最后卷上自己喜欢吃的菜，刚才的胡萝卜丸子也可以卷进去，这样卷起来就可以吃啦。既有颜值又美味啊，春饼来咯。南瓜做的，你尝尝，好吃。胡萝卜做的，不可能，我都知道南瓜味了。南瓜味啊！喂，早餐吃什么？麦叔叔的薯饼，没有土豆。跟我来。这一大早收获不错，把刚挖的土豆收拾好切片蒸半小时，正好盛到盆里，打成土豆泥，加点盐、鸡精、胡椒粉，2勺玉米淀粉，捏把均匀，为省点油就不炸了。刚才的土豆泥捏成饼，中小火煎到2面金黄，看着颜色就咽口水了。最后淋点番茄酱，简单美味的薯饼就可以吃了，口感跟麦叔叔的一样，外脆里嫩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吃完赶紧上网课去。好嘞。人呢？你干嘛呢？劳动课。晚上吃什么？流心蛋包饭。我太难了，不行，换一个蛋包饭。炒米饭不香吗？就是不敢挑战，不会做。哼，你的激将法奏效了，硬着头皮试试吧，总不能在儿子面前服输吧。先炒个饭，这不是重点，炒饭就是有肉有菜就行了。其实我觉得到这一步就可以吃了，都闻到香味了。炒好先把饭盛出来，凹个造型，下面磕鸡蛋。万一我失败了，还有老薛的蛋包饭当挡箭牌，正式的3个鸡蛋打散，过筛会更嫩，颜色更黄而已。好紧张。先大火迅速搅拌，转小火把一边卷起来，完，变鸡蛋饼了。失败。第二次失败。第三次换电磁锅，差一点点。第四次保险起见，全程小火慢慢的卷起一边，锅太深另边不太好卷，只能顺势滚啊。最后一步划开，没有太完美，我没鸡蛋了，淋上番茄酱就完成了。虽然切开的步骤有遗憾，哇，看着好好吃哦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错了，再来。你居然没翻车。哦吼，妈，你饿了？我不饿呀。你就是饿了啊。好好好，我饿了。我想吃什么呀？你想吃奶油意面？那我觉得你想做2张卷子。哎，那你，我觉得你还想吃千层蛋糕。我觉得你还想练2张字体。好，成交。当做吃的变成作业会是怎样的体验？先做意面，放1勺盐煮10分钟，捞出来备用。另起锅烧油，先把洋葱炒软，加块黄油，味道更香浓。再把培根和口蘑放进去，加半杯牛奶，2勺奶油。
油，半勺盐，放入煮好的意面，再翻炒一下，再调个蛋黄料汁，浇到意面上，收汁出锅。闻着就好香，先尝一口，配点蔬菜，完的一口下去，满足。还有一个彩虹型的，第二项也完成了。带来了吗？卷子，我的意面呢？意面。就是这个味儿。下一个，我的仙草呢？那如何？哇，彩虹色，你超额完成任务，嘿嘿嘿，美味。尚可，合作愉快。牛宝呢？怎么了？我的虾怎么没了？楼下的吧。欢迎来到得来电报，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。我现在需要征用你的飞行战队一号分队，给一号小分队来个完美变身。小虾兵清理干净，变成180克虾仁，加150克水打成虾泥，加一勺盐，一勺鸡精，一大勺白糖，380克淀粉分三次加入，最后揉成这样的虾面团，搓成粗长条，切开水开下锅煮到飘起，一定要拨动一下，飘起再煮15分钟，捞出过一下凉水，再晾干一个晚上，成这样，切成薄到极限的片，再风干一两天，风干后的虾片可以保存3个月哦。那现在可以让虾片变身啦，变色就捞出，千万别炸糊了。虾鲜味儿已经出来了，看这酥脆，关键是味道真比买的好吃。虾片，不好吃。站住，你怎么全拿走了？这是我的虾片身价，我要指挥他们出战。哎呦我的妈，神小伙，媳妇儿来吃个苹果。媳妇儿有个事儿跟你说。停。还给你。哎呀，吃吧吃吧，这个月家务我包了。你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今天哥们过来喝酒，整俩硬菜呗。想喝酒？看我怎么让你猝不及防。吃个饭嘛倒是可以，先整个比肉还好吃的炸蘑菇，蘑菇撕一下，清洗干净后捏干水分，越干越好，然后加一碗面粉，半碗淀粉，两个鸡蛋，一勺盐，一勺鸡精，一勺花椒粉，一勺五香粉，一碗水，拌匀，使每个蘑菇都挂上面浆，油温六成热，下锅炸，中小火炸到金黄捞出来，升高油温再复炸一遍，更酥脆，连不吃蘑菇的儿子都以为是肉，每次能消灭一大半。真跟小酥肉一个味，超级酸爽的无骨鸡爪，再加点柠檬香，味道更绝。这味道简直了，好吃到停不下来了。这硬菜整好了，那么，哎呀，这也太硬了。喝酒之前先吃个护肝的药。你给我吃的什么药啊？头孢。好好吃饭吧。你干嘛呢？等会儿 ，Begin to 是什么时态？是一般将来时。对。过，你监视我，我可是有自控力的。我也是为你好嘛。你就是不相信我。别生气，我给你做甜品。不吃。不吃，做个草莓千层，不信搞不定你。3个鸡蛋里加10克白糖打散，再加30克融化的黄油，加大马力搅拌到完全融合，再有250克牛奶的加入会更香浓，再让它们完全融合。现在加100克低筋面粉过筛，再搅拌到细腻顺滑，过筛到一个带嘴的容器里，千层皮的面糊就好啦。电饼铛里倒一层面糊，摇晃一下，大概30到50秒，完美的一层就烙好啦。接下来打发奶油，500毫升奶油里加50克糖，打到干结的状态。拿出漂亮的圆饼，一层皮，一层奶油，一层草莓，再一层奶油，重复又重复，最后再盖一层皮，整理一下形状。Oh my god， 这是什么神仙颜值？我不信那小孩能抵挡千层的诱惑。哼，还生气呢？草莓千层哎，下不为例哦。怎么只有一块啊？还有都在这儿呢。这还差不多。